河南68岁阿姨来唐山挑战短发后，简直换了一个人，特别时尚干练。建议点赞收藏。这从哪来的？河南来的。从河南来的。河南有事儿，在河南。这回发型呢，有啥想法没？刚才不是跟你说了，就是，那个发型适合不适合我？这么远就为了漂亮来的呗？对呀，啊，是吧？其实我感觉啊，让我设计的话，你这个头发呀，没啥留的必要。你说你常年的就这么扎着吗？没有，原来都是短头发，后来那个理发了找不到了，就留起来。我不一般叫一般人理发，我不让，我都是专人理发。那天就是一个朋友给我推荐的，那个姓侯的推荐了，把你的那个还是给我发到我那个手机空间里，我看，那行吧，我就过来了。今年是多大了？今年68了。68岁。嗯。想过没有，这发型奔着多大岁数去？你看吧，你能多年轻就多年轻。我感觉你剪一个那种短头发挺干练的，挺精神的，你也比较适合短头发，是吧？之后能把这白发还遮一遮，还换个人，你长得倒挺标致的。标致不标致吧，反正，您真是从河南来的？是的。哎呀，就为了美不负千里，值得来一趟就来了。谁不想叫自己的头发跟你说适合更好看，更好一点啊。希望说今天从唐山能找到另一个自己，打开美丽的开始，行不行？对，谢谢你啊。谢你不用谢。说句实话呀，你这个头发呀，发质没有啥留的必要，是吧？有点干是吧？毛毛躁躁的，剪了，剪吧。告别过去，迎接未来。对，关注我多长时间了？有一个月了吧。有一个月了。就下定决心来了。我来了两天了。你都来两天了？来了两天了。因为全国各地啊都往我们家跑。对对不对？俺有说排吧，在这排。希望说你这两天没白等，是吧？肯定，我现在都看出来没白等，还没剪完，差不多快出头型了，我都觉得你剪的都满意了。没让你从河南白来吧？我真的不说笑话，我真的现在你给我排上。你给我排到，过年呢？过年，还来一趟啊？2月9号过年啊。你给我排到几号吧？你咋这么任性呢？为了理发就远点远一点。我就在过去，谁能想到去这么老远跑个唐山剪头发来，是呗？那你要不在那个手机上出现，那谁也找不到你。你不就在那出现吗？对，每一片雪花不会下错一个地方。那就该见到你就见到你了，是有缘，是吧？对，不是无缘无故的见。对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对不对？我们俩早都认识，他怎么没早点给我说呀？说，还老催我，你赶快去，赶快去，我剪。人家没糊弄你，对吧？哎，我说你咋不剪？他自个儿剪剪都行了。我回去我教他好好看看脚这个哈。对，手艺这么漂亮，我说你还不去？那姓啥？姓侯。姓侯是吧？那招呼你来那个。姓侯的姐姐赶紧来啊，你别让人家来你不来，天天就在这看。我这一辈子就连你第三个人理发是吗？你得记我一辈子。肯定记你一辈子，最后一个可能就是伴随最后了。我发现你也挺用心过理的。我都约好的。你大老远来的，我再不给你用心点是吧？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。这是一份承载着责任，对吧？对。你这么老远来，我再对你不用心，到这块儿嘁哩咔嚓一剪就完事儿了，对不对？那有点太糊弄人了。你咋给我点赞呢？下回呀，对吧？我还指着你给我点小赞赞呢，抓住视频了。点赞，大赞。所以说我对你们多好，你们对我多好，对不对？对，相互的。相互的。怎么样，这么老远没让你失望吗？没有没有。没有。满意不？
满意。满意是不是给点两分？十分满意。十分满意啊。点点。